3月18日，狗仔曝光齐秦深夜聚会视频，与好友道别时，突然迎面走来两位美女，其中一位看着年纪稍长，一上来就张开双臂抱住齐秦。不仅如此，齐秦还上演贴面礼，还有一位年纪稍小的女孩在跟齐秦寒暄后，被齐秦一把抱住，也来了个贴面礼。她还亲切地亲吻女孩脸颊，最后向两人点点头，才上车离开。齐秦娶小24岁娇妻后，两人却很少同框。不管如何，希望他们夫妻二人能够感情甜蜜。